就等一下你带客人去房间的钥匙。我嗯，好，那我们大概下午2点左右，还是你觉得黄昏有夕阳的时候也很漂亮？今天不会有夕阳是不是？台中没有夕阳。哦，方向的问题，方向的问题，我格林莫斯特。本来是有说要想要出去跑跑玩玩，可是今天风好大。今天去海边应该会很冷，你没有带外套吗？我看你们行李很少，所以我们是可以选择不要出去的，都可以啊。我们可以准备下午茶，你也可以在那边就是喝个下午茶。好，下午茶，下午茶。好啊，那你跟他讲一下。现在是你们是客人了，现在是你们是客人了，在那边凉凉的，给我吹海风，我要磨地板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客人选择呢，他们不想要出去外面海边玩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很冷，所以我说，那你们也可以在这边喝个下午茶，所以你可能要准备下午茶。不行呐，我比较好奇是，等一下，我跟那个谁张广成是不是有点撞衫呐？哎呦，哎是，你跟张广成穿一样的衣服啊。我找到我男伴了，对，就男朋友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觉得很面熟？笑一笑。你们俩穿一样的衣服哦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刚远远看，就想说，亲爱的，你就变成头发了。那今天就你赔啦，对，今天就你赔了。今天就你赔了，今天就你赔了，太巧了。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对，而且连裤子都一个颜色，哎，就轻易装了，糟糕了，哇，总监换个袜子吧，我要拍张照，给我先生看，我帮你拍，我拍，好夸张哦，你们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没有，你明星都是从撞衫开始认识的，男生也可以从这样开始认识，这是缘分。哇，我们这。民宿颜值真的很高哎，那我们就不出去玩喽。你们不出去玩？不行。我们刚才说以客为尊呢。你干嘛说客人有天选？不要，有干嘛这样？你刚刚不是也不行？没有这个在地体验，我这边压力很大，我就有一个隐形的一个。哦，隐形的压力没关系，隐形的。因为我知道风很大，然后又很冷，然后我想说，我真的很想躺在床上。可不可以等到有太阳的时候再出门？因为本来是很想要去海边，然后踏踏水啊。但是后来因为真的天气太冷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，哈，要出门吗？那个活动很快，我们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。会很冷吗？感觉风很大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不团结啊，不录了。他们集体霸凌我，他们集体霸凌我不去。欧巴。